今天早上接近八点，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7.2的强震，现在各地陆续传出灾情。在新北市新店区安泰路这边发生地基掏空意外，从后面就可以看到呢，有7栋民宅下方的地基通通都被掏空，许多物品通通都被散落在了地面上，还能看到柏油路面上变得4分5裂，路面崩塌，铁皮屋顶崩落，还有多台汽车直接掉了下去，所幸无人受困伤亡。另外在中和也有仓库倒塌，现场不管是铁皮屋顶还是围墙通通都倒了，路面上通通都是钢筋碎石，可见当时摇晃程度真的相当大。后续传出已经救出了3人，分别是2男1女，给予包扎，目前不需要送医，而且目前呢确定只有3楼有一名受困者，目前意识清醒，已经电话联络到本人，但尚未确定确切位置。目前特搜大队要支援建筑的破坏及固定，后续才能进行救援。但截至早上8点半为止，新北市消防局目前已经受理了78件赈灾相关案件，包含瓦斯漏气还有电梯受困等等，双北现在都能明显感受到余震不断，提醒民众一定得多加留意。